我现在鼻子露的程度是怎样？有露出来吗？一点点啊，尖尖的地方。你没有呢，因为就很怕进到血镜里面，然后拉开。对，又要拉出来。对，拉出来，然后又很难弄。这个昨天有帮我特别防护，不是吗？有。你昨天有帮我特别防护处理，是吗？特别。对啊，你昨天不是拆下来抹了一遍。怎么觉得袜子松松的？觉得我右边的袜子好像松松的，怪怪的。你看它尖刺会不会掉？嗯，还是会。怎么又觉得没太阳？对啊，不见了，没了。我说你有重看预报吗？酸啊，不要急呀、啊。嗯，好好好，好，好，那个、啊、好平整啊。有吗？有啊。这样有在压。
乌鸦吗？啊？是乌鸦吗？短，声音比较短。比较奇怪。它往上戳，好可怕！不然就一个掉在它头上。行动总是没那么灵活、啊。而且他还站在楼梯上。哦，各位闪，怎么闪，怎么闪？没有，他是由左往右去，所以掉下来是他右边。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没有三楼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黄掉了。真的就到二了，没了，好可惜哟、哦。啊，盖更多的话，现在不就赔更多了？那时候哪知道会现在这样？这个应该你们的洗澡是面对雪道，根本就没有出来。你看你的是这边，我的是面对那个白色的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想要一次来洗，是可以看着阳台晨洗，所以就要开天亮。
看这个很高哎、欸。下面没看到，下面有没看到？还有吗？有啊，那条走道的下面。很小颗哎、欸嗯，我看你的镜头没有。这个不会粘啊，因为它有多一个孔，就弹开了。边口袋没有拉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吓人哦！还好电池还在，妈妈。前面一点拍，我拍他就好，人不用拍吧。好，等到他们消失了我才拍。哈，我的手套居然有布的部分破掉哎、欸、你也有哦、喔、你的走啊，
着这个缆车要多久？
以滑，但是他就警告你这里有洞，那里有洞。我左边鼻子流鼻涕，好难过。会不会是因为我的雪板是黑色的关系？你看上面有雪会融化。没有，我是说黑色的话温度会稍微高一点，水融化的话会比较滑，对，停车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好好车一点点。让我们的假设还有板子越长推得越快，反正越长速度越快，所以我的比你长，所以我花的比你远。到了到了，嗯，好像负两三度而已。好像也没什么风。我腿真的很短，我腿没有办法再跟下去了，腿就这么短。去哪里？我要过去一点吗？都可以，我没有，是因为要让你同时看得到我人，又看得到日期，所以我要跟他近一点嘛。不用不用，你都不用动，你要往这边一点。我先直拍。对啊，我横拍的话，我刚刚是直的。横拍的话，尖尖。拍不到，对啊，直的就好了。
会太远、啊。啊，你是一点三呢，奇怪。你弄到的，我没有。现在刚好。人拍不够。我没有，我觉得你太远，我人太小哎、欸。我要大一点。卖炮，卖炮子，卖炮子，抬脚，最高这么高，最高还笑我最高这么高，没水准。看来只能直拍，如果尖尖也要拍到的话。好了，好，你要吗？不用了，你有拍风景吗？有一张而已，一两张。每天都要做温度记录啊。是。有点的。有点，继续赶路。去到都十点了。怎么了？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刚想说，背包的扣子把它扣起来，结果一拔，另外一边掉下来，我就把它放到口袋里，结果我现在前面还是没扣起来。嗯，为什么会拔到？我也不知道。要吗？好、哦。啊啊啊
扣环，但是扣住的东西是什么？我没搞懂。红的吗？那边应该是红的。我现在先把它拿出来瞄一下。那你这样麻烦，你都固定不住了。是什么啊？我看，嗯，它对着什么？它套在什么上呢？它有一个小袋子。但是小袋子在哪呢？圈圈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圈圈的地方，把这个梯穿过去之后，平着就拉紧了。你看，哦，好，你有弄好了？弄好了。好。第四跟第五有开，其他没开，会不会他们第四不就是新手那个吗？对啊，就只有这下面那两个、嗯。会不会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来不及整完啊？还汤泽区下超大雪，嗯，然后他们来不及压完，还是怎样？都已经这么多天了。我们原来预约的苗场是22号，所以那时候应该就没差了。
然后原来的预报也是说三点放晴，你回来再拍。但是这几天的预报都有那个速度变慢的倾向，就是原来的晴天拖到今天，那他会不会现在预报又说晚上才放晴？晚上放晴，明天不就超冷？你是不是这样说？我也不知道。就等一下有空档再来看吧。放到这么远，应该有。下雪，我的眼睛看到在下雪。啊？你要站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我在这里。你现在手机先给我。这样 OK 吗？哦，哦，不会太远吧？什么叫太远？太远。太远我就前进一点。你要不要？就刚好一，那就刚刚好。哦，好。我看看你要拍什么样，这样哦，好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换 pose 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，还要吗？好了吗？一二三，好，应该 OK。好，那我拍一张景。可以玩啊，要不要？玩什么？哦。或者是你只要0.5就好。哦。对啊。但你会挡住我。因为前面有下面，所以要去到那个拍大景。要不要缆车啊？啊，是这样。人家先啊，他的脚好合并哦，我的脚合不起来，我的脚要合起来我觉得很费力，我是你脚合起来会不会费力？我很费，我合不起来。
就这些。Yeah.
你今天脚还痛吗？啊，都不痛了吗？是还好，我在体会为什么我这边底下酸痛的原因。嗯，好像爬爬爬的话会用到这一块的肌肉。对啊，然后还要我会继续做刚那个练习。什么练习？我要把右边的重心压对，压重心啊，单脚抬单脚并且压重心。我有压，我有压。那你脚要抬得起来？哦、我抬得起来。是啊，滑行的时候。我有啊。然后试着手往山下拉远一点，看能推多远。对啊。很丑哎、欸，很丑哎、欸。丑归丑，但是要让身体。你看，我有，我有。我只是脚举不起来而已。没有。好，那我滑，你不要动。好，我看左脚右脚哪个比较高？啊？怎么高这样？就是要练到可以用一只脚有停下来的感觉，那不就把肩膀抬直了？我也没有办法用右脚停下来啊，我没有办法用一只脚停下来，不是我左脚会痛，我不能这样踩它。好，那你就不用勉强练，我只是说 OK 的时候就可以练。这个练习可以让我找一下我到底哪里酸。现在的雪比昨天又松了一点。痛痛的就不能这样硬踩它，因为毕竟你不觉得要用力吗？就是尽量用你觉得轻松的滑法滑这一种就好了。
有需要休息吗？还是一直晃？我在练习。我顺便偷看你的手机。很乱吗？不会啊。休息一下。太阳照在那一片。都是一小洞一小洞。云在动啊。它在叫。它在哪？我在这。啊！他不会回应我耶，他知道我是假装的吗？为什么？哪里听得出来？我是一只嗓子很奇怪的乌鸦。而且他很小只耶，他不像东京的乌鸦很大只。东京的长太肥了。东京的太大只了，这个为什么那么小只啊？这该不会是新出来的？刚生出来的还是怎样？Thank you.
破鞋子哦。哎，你快累吗？一点点。那叫坐缆车可以休息十二分钟。嗯，这样。哎呦喂，手抓不太住。抓住什么？手机啊。记录一下今天这个时间点的凉席三掌，这样。现在九点半。就很早了。先穿在山上脚。先穿在山上脚。
进行力量控管，还可以，力气都花在比较斜的方面，然后紧张度感觉还是有在紧张，我都用侧降，侧滑下来。啊，侧滑？我都不是用滑雪的。其实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。等会再戴起来吧。我把帽子先拿下来。啊，太外面。这角度会不会太低？啊？我这样捧在手上，角度会不会太低？应该没差吧。广角是不是？没有。啊，我这样看外面会太亮。应该也还好。你看别的缆车是不是觉得有黑玻璃？嗯。那就是还好。嗯。要开通风口吗？上面有开啊，我的上面有开。我的没开，那可能是背后有开，正面没开，把雪掉进来。
天可能会比较晚才吃，对不对？啊？随便滑、啊，mm-hmm.
这了。为什么？下面我就比较有压力啊，我还要再自己练习。那我跟你？你应该也跟不到。你不要停下来。对啊，我想办法都停下来，现在就休息多一点。好。下雪了，嗯，不知道有听到声音。看到太阳了耶！唉，几点？你们忘现在几点？快十点而已。对。右边该不会？感觉那边都蛮亮的。嗯。你快过来是。嗯。啊。冲太快了，然后快要窜了，我就这样已经窜成这样了，我就觉得摔倒一定很痛，摔倒一定很痛，都是蛮硬的、欸，你不觉得蛮硬的吗？都蛮硬的、啊，所以我说我心理上一直都算比较紧张的。有没有别的路要去探探的？可以啊，等一下尿的时候是不是休息一下好了？就坐了，就尿完出来就坐缆车休息呗，不用浪费时间。今天你用四十分钟算一趟，我们根本花不到几趟。现在换我跟，现在我可以跟。花不了几趟，这我都直直走，没什么好跟的、啊。是啊。
快，是不是？平滑的技巧上升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，你看现在才十点几分。那我们有达到半小时了吗？我们刚好是9:40上车的吗？那我已经达到25分钟了。你看，我看高分杰讲话，不过高分杰讲话已经是在半路上，所以你看坐在车上是9:40开始滑手机，所以我就说30分钟，所以这是红线，我是快下。然后顺便看一下他的午餐是11点开始还是11点半，还是不管，因为太阳晚，所以我们每次不会11点就跑来吃。嗯。而且我们现在上过厕所了，尿过了就对。对。怎么样？以外是自动是吗？对啊。那我先扣一下手套。关一下。